应该戴着耳机正在听我讲话。阿嬷新年快乐，阿嬷我爱你，阿嬷真水。大家新年过得好吗？过年如果可以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家的亲戚们都会到我们家，或者是我们去其他亲戚们的家，就是一起过年。但是今年不行嘛，但我就会跟他们视讯，然后他们现在都在一起，就很想跟他们一起回去过。阿嬷在，就是跟我的家人也都在一起，还有其他亲戚，然后我就叫他们现在听我的直播，我跟他们提前说我要开直播，然后现在阿嬷应该戴着耳机正在听我讲话。我上次就是有在直播上讲到阿嬷给我红包的事情，然后我的家人亲戚们就说他很开心我在直播上讲到他。阿嬷新年快乐，阿嬷我爱你，阿嬷真水，你真古锥，你真水。阿嬷，你敢有听有我咧讲啥？但是你做引导，你做水，做水哦。新年快乐，大家拢平安。阿妹食饭的金。在这边最后跟你们说拜拜，然后新年快乐，你们也健康开心哦，再见，안녕，さよなら。